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，一名优秀的战术大神。版本更新之后 UMP9 变成了 UMP45， 因为子弹变少还有其他原因，导致这把枪到现在几乎没什么人用。今天大宝就要为他证明，最强冲锋枪非他莫属。前方集装箱有个瓜皮跳来跳去，我翻下箱子一梭子过去，哎呀，这无后座的感觉太棒了。就在这仓库外，我听到了脚步，咱们最好先待在墙角观察一下敌人的动向。算了，直接干他丫的吧。这 UMP9 近战钢枪还是很靠谱的。哎呀，谁打我，直接闪身而出把他带走。进去追个空投吧。不对，这蹦蹦有人在倒车。打他，追他丫的。不是我说，这大兄弟也是有点搞笑了，千万让住，在我战术大师面前好使吗？再去舔个空投。哎呀，狗砸呀。其实目前来说，狗砸后坐力太大，中距离交火是比不上 UMP9 的，所以我还是没打算换枪。有车声，赶快上楼去埋伏他，这个战术我把它称之为守株待兔。他下车了，就是现在。再给他来个猴塞雷，小火鸡还想上车跑路，直接乱枪扫散。继续追空投，不是吧，两边都听到车声，逐个击破好吧，先悄悄摸过去。这都没死吗？那就再来一梭子。还有你，舔了就想跑，看我随缘点射，万一就干掉了呢？没空呀，居然没被舔走，逃走逃走！等等，有脚步，直接秒杀！六倍油麻坡都能无后座，有多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等会，这还有个打药的。两枪没空，直接安排。又来一个。哎，两枪没打死吗？哦，等等，后面有脚步，直接掏枪扫死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。还有下面的这个，你也别想跑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这枪就是这么强。还剩最后一个，找找他的位置。就这样趴在这，两枪直接爆开。哎，吃鸡就是这么轻松。我是鸡大宝，一名优秀的战术大师。喜欢大宝的，别忘了点个关注哦。爱你们，么么哒。